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回到中广流行网，收听由我侦探阿宅主持的《侦探阿宅的万事屋》。哇哦，今天邀请到的两位来宾，可以说一位是我的恩师，一位是我的师母。他们呢，一位勇敢选择在50岁提早退休，并在2年内将他的频道经营到拥有30万订阅者；另外一位呢，拥有教练，他无心插柳，竟然变成料理的 YouTuber。那两位的频道呢，成绩都非常的亮眼，其中究竟有什么样的秘诀呢？那我们热烈欢迎两位退休人生更精彩的网红，张星漫谈频道频道主张星，以及玉如小学堂的频道主玉如。Hello， 欢迎两位。Hello， 大家好， Hello. 我是张星，我是玉如。所以能见到老师跟师母非常的开心，就想请教老师，就当时是怎么有勇气提早退休的？是，其实我人生原本就有规划，我觉得人生啊，如果以可以行动完全掌控自己的时间，大概就是75岁，所以我把人生分成三个阶段，对，25年，25年，25年，前25年1岁0岁出生，一直到25岁的时候，就是吸收学习，我们的时间其实都是老师跟家长把我们给掌控掉，然后后面再来的25年，就是把我们学到的东西，还有我们的精力、时间换成金钱。对，为什么这25年要把所有的钱给赚进来？一方面要把我们要养的人养大，把养我们的人养老，然后还要把我们两个日子过得好。更重要的是，我退休之后，我还得靠这25年的积蓄来过活。可是我总觉得人总该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吧，是留太短了，好像又不太好。因为我们知道健保局的统计资料啊，台湾平均不健康的余命，台湾人也就是平均卧床的时间大概要8年。如果到法定的65岁才退休，然后男生的平均余命又只有76岁，76岁往前推8年有不能动的，哇，那其实退休时间能够自由活动去玩的就很短。对呀，那不行，所以我就决定我的人生目标其实很早就定了，我就是希望50岁能够退休。是是，然后第二个有一点拉力吧，就是刚好碰到公司要那个做全球性的人员之前，对，哇塞，我就想一想，这太棒了嘛，这不是刚好，如果我们50岁自己走了就赔到了，刚好有这个时间点一抓就把它兜起来，是就退休了。是，那想请教老师，我们常讲读书人以前追求的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那退休以后您希望自己能留下来的或想成就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功也没有得了，因为我们退休，我退休后的第一天就是把头发给剃光。为什么？我就从此宣告我无法无天了。我给人家管了50年，接下来的25年是我自己的，所以我只要符合道德规范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功成名就，因为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没有太多需要追求的东西，我们就退居二线了嘛。但是立言总是要的吧？所以我们希望把我们过去的人生经历，我们体验过的所有东西，能够在世界上的某一个角落，能够产生一些影响力，如果对某一些人能够造成一些帮助，甚至能够引起他们一些兴趣，提起一些他们的回忆，让他们少走一点歪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人生最后一个阶段能够完成的一些小小目标啊。是，老师，那您跟师母好像都是出生于眷村，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在师母的频道里面也有提到一些眷村生活跟眷村料理，可不请老师跟师母分享一下，很多现在年轻人所无法体会到的眷村生活是什么样的样貌？老婆，眷村啊，因为小时候我们就是眷村房子都矮矮的，然后就结合了各省的不同的家庭，然后就是环境就是反正你跟隔壁家的围墙也很矮，对，然后如果譬如说我妈今天有事，她就会拜托隔壁阿姨照顾我们。那隔壁阿姨一吆喝，然后我们就会过去吃饭。是，反正我觉得眷村就是一个结合的东西南北的一个大熔炉。然后小时候在眷村里头，我觉得隔壁的阿姨就像自己的妈妈。反正就是很亲切，很 close， 不像现在你跟隔壁的邻居，隔壁的邻居有几个小孩都不晓得。眷村就是一个来自四面八方，虽然口音有那么一点点不同，生活习惯有一点点不一样，阶级有一点不同，军种有一些不同，对，但是它就是一个大家庭。我们讲两岸之间有三通，眷村里面也有三通，我那时候一直形容，因为眷村矮矮的，墙壁又薄，有的时候它上面那些屋檐还是通的，所以你讲一句话
嘿，所有的人都听得到，所以这连在一起的房子全听到。这就第一个是通讯息，什么都通，骂小孩，隔天早上人家就会来问你，你干嘛被人家爸爸骂？你干嘛被你爸骂？啊，同一条房子的听到就算了，隔壁几条的妈妈还会来关心。我想这声音不通啊，他怎么通？因为关系好嘛，早上去买菜或者是在眷村妈妈缝鞋子做一些手工的时候，就会互相聊，所以讯息非常通。第二通叫做通食。咱们东西都是随便吃的，谁家闻到味道特别香，闻起来这个很辣，哎呀，一定是哪一家四川的北北在做菜了，带着碗，对，然后瞄一瞄，如果没有饭就回家盛白饭，再跑去吃。哎，可是北北年纪大，看我们小孩子小，都不会小气哦，还有那种好的就大家分，就把每个人当成自己的小孩一样。还有第三通，什么通？通婚。嗨，你看我们两个。我们两个是幼稚园就同班同学，国小又同班了六年。我是茂义七村，他是中正一村的。太讶异的表情。对对，超浪漫的。所以想请教老师，那在眷村，以前常常会有人说，很多眷村小孩可能不爱读书，就去混兄弟。对对对。那爱读书的可能就去，可能就从商或从政。那有这样的说法吗？嗯，是有啊。你觉得呢？我觉得因为外省的男生他们都是到差不多四十岁以后才娶老婆嘛，所以他们到四十岁以后老来得子，其实都特别疼小孩。对，然后他们对男生，他们会很疼女生，但是对男生又很严格，所以男生是被打大的，女生的话真的是从来不会被打。那因为就是很疼小孩，所以我觉得小孩就是坏的很坏。嗯，对，所以你就看到很多什么军教片，很多那个男孩子去当兵的啊，然后爸爸都是那种老北北，然后被气得要死的那一种。我觉得其实眷村真的就是这样。对对，眷村这个倒是，我觉得我们自己也会有一些感受。当然，每个眷村都有每个眷村的文化，其实都不一样。我们也只能代表我们自己的那个我们看到的范围。这倒是真有这个现象哦。对，坏得到挺坏的，好的特别好。我们讲眷村很有趣，但狗屁倒灶的事也不少，就这么啊。为什么会坏？我觉得也有一些历史跟时代的背景。哦，因为我们讲话啊，有的时候出到外面去之后，就跟人家口音不同嘛，文化还是有一点点没有办法融入。以前跟现在不一样，有网络，有朋友，以前没有。我们以前都不知道外面会讲闽南语，跟人讲客家话，我没听过这种话。到高中以后，高中吧，怎么有这种话？本省人他们有很多兄弟姐妹，有很多亲戚朋友，如果遇到了困难，谁会帮你忙？家属、兄弟姐妹、亲戚朋友。那如果我们一个眷村小孩到了外面遇到困难，谁帮忙？眷村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如果我们真的有那么一些纠纷需要找人出来瞧事情，找谁？兄弟姐妹。没有啊，没有可以找啊，也没有叔叔伯伯可以找啊，因为都是在军中，那找的就是眷村当中的大哥哥大姐姐。这样子逐渐逐渐形成起来一个共生系统，它就是现在人所谓的黑道嘛。你看起来就是这样，它也不是一个什么刻意要形成的东西，而是就在那个时代之下形成的一个产物啊。聚集在一起要干嘛？聊天打事，聊天闹事嘛，对，然后喝点酒，最后就逐渐逐渐走向比较灰暗的道路了。对，我这是我的感受，我的感受。我们先来休息一下。今天要请到现场的来宾是最懂事的 YouTuber 张欣跟玉露。Hello， 欢迎两位。Hello。所以老师，我想请教您，就是。退休之后啊，就常常可能像我母亲，她跟她的先生，每天在一起，就并不会有相看两不厌的情况，就觉得啊，看到你好烦哦，怎么又是你？那可是老师，您跟师母整天朝夕相处，会有吵架或者是不开心的情况吗？这是一定会的嘛。嘴巴、牙齿跟舌头跟脸颊朝夕相处，二十四小时在一起都有咬到的时候，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个体，一定会有一些摩擦冲突的啦。可是更重要的是，如何把这些摩擦冲突啊减到最少。我们讲吵架是一种激烈的沟通模式，有的时候吵一架只要能够合得来，反而把心里面很多事情给讲出来。但是我们希望的是尽量不要走到吵架那一步，所以我们在做的几件事情就是在退休之前要先有一个沟通。对，你讲好我大概什么时候要退休，退休之后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模式。然后第二个，在退休前其实就要把时间稍微空出来尝试一下退休生活到底是怎么样。是，
对，我们要到退休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特休都有25天到30天，请个一个礼拜的假嘛，两个在一起混混看到底什么时候是有摩擦。不然两个人都在上班，或一个是家庭主妇一个人在上班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上班的时间他在干嘛，对不对？他也不知道我上班的时候在做什么事情。等到两个人都闲下来的时候，我心里想的你和实际上的你完全不一样。所以第一个沟通好，第二个要有一个试退休的阶段，试着生活在一起。那退休之后如果有摩擦，就再来想办法磨合吧。嗯，老师，那当时您要退休的时候，这个打算有提前跟师母商量吗？有。对啊，退休一定要，退休是全家人的事，一定要讲的。他那时候他跟我讲说，我觉得我想要退休了。他说我再这样子工作压力太大了，我觉得我可能会受不了。是。然后我当初我就举双手赞成，我就说对，你知道你退休，我说你如果再不退休的话，哪一天你再压力太大，万一不小心中风，我说你的体重我还要推轮椅推你，我推不动。所以我就说你要退休你就早点退休吧。而且我觉得也还好他退休了，因为他退休以后他可以过他自己的生活。我觉得以前他上班的时候真的太累，他早上5点多就出门。对，人家是朝九晚五，我是朝五晚九。对，还九点多了还在开车要回家的路上。我觉得那真的太辛苦了。是，老师，那想请问您，就是那夫妻两人就是每天这样相处在一起，有没有想要有自己的me time的时候？一定有啊，他时间特别多啊。他出去外面的时间其实就是我的时间了嘛，只要两个人分开就会有各自的时间。是，他礼拜一晚上要做瑜伽，然后平常下午要自己去游泳，不然就是教游泳课。礼拜六礼拜天还要去潜水出去玩。对，他把他的时间安排好，那段时间就是我自己的时间。那老师为什么排遣啊？老师为什么排遣您的时间？我的时间啊，对，其实我的时间基本上都在准备做一些相关的东西。我就喜欢讲话。我为什么要开 YouTube 频道？就是为了我有一个舞台可以继续讲话。我在外商公司工作的时候，就是在做圈的，每天在台上讲话，要不然就是在训练那个培训师。对，下来之后我就找个地方讲话。所以我老婆不在的时候，我就做我自己的第三个频道。对，我就对面对着镜头自己讲话。他也可以讲很久。对，其实讲话就是我的生活乐趣，讲话也就是我的消遣。那想请教师母，就是您的频道是以料理为主，但是您的正职是游泳教练。游泳教练，是。那怎么想要开设一个料理的频道呢？其实这真的就是无心插柳。因为当初就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天晚上，那时候是凤飞飞过世吧，然后调频就在播他的凤飞飞的歌，然后我就听着他的歌，然后我心里就在想，我听到这个歌我会想起这个人，可是我就在想，有一天我走了以后，有什么东西会让人家想到我？然后后来我就想，好，那我就是因为我就很喜欢料理，对，那我就想，那我把我儿子他们喜欢做吃的东西，我把它录起来。然后当初录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在上班，我就拿一个镜头，然后这样架着，然后就是一个很丑的手在那边做料理。那我就想说，不管怎么说，以后等到我哪一天我走了，有一天我儿子想要说啊，我好想吃妈妈做的某一道菜，他可能只要点开 YouTube， 他就可以看到那个画面，他会听到我的声音，他只要照着做，他就可以做出来。是。然后我其实就是很简单，然后我就这样，然后就自己一个影片可能就是5分钟，然后这样子录着。然后就开始发现，哎，怎么有人会订阅我？那我想，奇怪，这种影片为什么人家订阅？后来我就想说，人家订阅我就代表他想要继续看，他才会订阅。然后我就开始变得比较认真，然后就固定每个礼拜出一支片，然后就越来就发现，就是大家的反应就越来越好。对，所以这真的是无心插柳，就是这样子。那像嫂子您频道里面的菜色都以眷村的菜色为主吗？您的拿手菜是什么？其实我的菜应该是说就是以面食为主，因为我爸爸是山东人，然后我回了青岛回去几次，就是去厨艺学校，就是专门学面食，所以我在我的频道里头最多的其实就是面食。然后在台湾的话，我觉得大部分的频道以面食来讲真的就是比较弱。那我的频道的面食的话算是我的强项，然后大家就会很相信我。比如说
他们在做的过程啊，有任何问题啊，他们会写来问我，我可以马上回，就是回答他。嗯、现在我觉得我的频道，我觉得最满意的吧，而且已经在国外就是很 popular 的一个就是葱油饼、哦、是就是国民美食葱油饼、嗯。那这个葱油饼，我觉得大家可以在 YouTube 上面，你只要打个葱油饼，应该第一个跑出来就是我的影片，然后有一个我的头这样。嫂子，那个师母就是做葱油饼有什么秘诀吗？秘诀啊，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他在做饼类的时候，尤其我觉得，因为我们台湾人不太会做面食，北方人比较会做面食，然后我们做可能就是面啊加冷水啊和一和。其实葱油饼像这种面食，你希望它凉了以后还是软软的、嗯，我们都要用烫面，就要用热水去烫、嗯。那另外一个的重点就是这个葱一定要很香。是。那要很香的话，当然它就会有其他的一个小技巧。嗯、那像这个小技巧的话，我是用面粉，然后跟油，然后跟葱炒在一起，然后再做这个葱油饼。所以当初我出这一支影片的时候，大家也是觉得很惊讶，就啊原来，然后下面就好多朋友试做，然后都说啊这是他们做过最好吃的葱油饼，然后他们已经做过好几次，然后他们也一直分享，我觉得就是自己看了就是很开心。是，志博，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什么叫眷村菜？眷村菜，其实我不知道什么是眷村菜、嗯，但是吃到就觉得说啊，这好像就有奶奶的味道。嗯嗯，但我不知道什么是眷村菜。对，其实我也觉得眷村菜是没有定义的。哦、很多人就说你做的眷村菜不到底。嗯，眷村菜哪有到底跟不到底？从北到南，不同的眷村有不同的味道。嗯、同样都是四川来的北北、哦，他在不同的村子里面住久了，他做出来的炸酱面味道也通通不一样。是是，因为都是这些老北北凭着小时候对妈妈味道的记忆。哦来到台湾就找在地的食材，东弄西弄，东搞西搞，搞出来一个好像印象中的味道。那个东西有妈妈的味道，有奶奶的味道，它就叫做眷村菜。是，对。我们先来休息一下。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回到中广流行网，收听由我侦探阿宅主持的《侦探阿宅的万事屋》。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我的老师与师母，同时呢也是退休人生更精彩的 YouTuber 张馨予鲁。Hello， 欢迎两位。嘿、hey. ，Hello， 老师，我还记得小时候你都跟我说不能叫你叔叔，要叫你哥哥。对，还是这样。现在还是，现在还是。所以我刚刚称呼师母为大嫂的时候，我有点错乱，说我这样会不会说错？刚好而已。所以老师，我想请教您，就是因为感觉您的退休人生非常的精彩，也非常的开心，是如何办到的？因为就是我常常会觉得我自己的人生很压抑，然后很难去找到开心的源头，那老师您是如何可以保持如此开心的？我说第一个啊，就要放开自己。对面，你看我第一件事，当天晚上从公司走了之后，回到家就请我老婆坐在那里剃光头，录我第三个频道的第一集节目。我的主题就是从此我无法无天了。对，第一个把头发剃掉，为什么？这是我一辈子都想做的事。哎，他真的不用压抑了。哎，我干嘛压抑？以前可能老师不喜欢看，家长会有意见，出了那个社会之后，客户有意见，上司会有意见，我们上台讲话，人家看我光头也觉得怪怪的。所以我退休之后找到一件我最想做的事，从此我就把自己身上的束缚给抛掉了，而且我就正式宣告我没有头发了。我谐音就是无法，没有人要管我，可以管我，我只要符合基本法律，符合道德规范，什么事我通通不管。第二个，为什么叫没无天了呢？我从此没有礼拜六礼拜天，连时间都不要规范我，我想吃就吃，想睡就睡。一开始我就是第一个礼拜睡到饱，第二个礼拜就睡到吐，然后再来，嘿，我就恢复正常生活了。因为发现睡觉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就在一直躺着睡，睡不着，在那翻来翻去，硬睡也很难过，嘿，就恢复。然后我就把我所有的领带给剪掉。人为什么要带领带？为什么硬要把脖子给绑住呢？那有特别好看？没有啊，干嘛要有这么多世俗的束缚？把领带剪掉，把所有衬衫丢掉，西装裤丢掉，皮鞋不管新的旧的，全部给他送上垃圾车。一方面就是对自己宣誓，我不要再有太多人生的束缚。你把这些动作做出来之后，很多时候你当初担心的事就不担心了。你没说出来的时候，你就还会担心，因为那些道德的束缚和过去的道德绑架吧，还是一直紧箍咒在我们身上。你做个动作把它挣脱开，人就
豁然开朗了，这是我的做法，也跟大家分享。是老师，可是活在这世界上有很多不同人的期待，比如说妻子、小孩、同事、朋友或父母。那这些期待，如果您说豁然开朗，或者您刚刚讲的无法无天，就不用再去回应这些人的期待吗？啊，期待是需要管理的。我们以前在职场上教一些管理学的时候，我们如何去管理别人的期待？第一个要先了解对方到底想要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事物，对，然后把他的期望值想办法降低，你一次降到低点，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但是慢慢逐次了解、沟通、讨论之后，把他的期望值降到我可以达成的更低一点，那不就完成了吗？对，当然你看我们要承受谁的期待，社会的期待我们已经不需要承受了，但跟我无关的事我不理他，邻居跟我讲什么理他呢，对不对？我以前的长官跟我讲什么，学长讲什么，老师讲什么，就不理他。那个没有期待，该放下的要放下。那我们还要接受谁的期待？父母对我们有期待，对，对不对？父母对我们的期待其实是很低的。我们已经长大成人，你只要不出事，平平安安的活下去，期待就达成了。小孩对父母有什么期待？该不要就你这个父母不要退休之后在我旁边一直念，你不要把念公司同仁的那一套拿回来念小孩，这不就期待？就跟他讲好，爸爸绝对不会念你，爸爸要是不小心念你了哈，你就默默的走开吧，这机会不然你写个赖告诉我爸爸你不行哦，对不对啊？其实最需要管理的期待就是老婆的期待值而已嘛。通常最多老婆的期待值，第一个是经济压力，你退休之后会不会有经济来源出现捉襟见肘的问题？还好嘛，我就把该安排的全部安排好了，反正每一毛钱都列得清清楚楚，我们到85岁大概有多少钱可以花，你一点都不用担心。是，那这个期待值就已经降到最低啊。老婆还能有什么期待？就是你回家之后不要整天缠着我，要给她自由的空间。是，对，那我们很难做到，但尽量完成这个期待是就好了，其他就没有什么期待。其实真正的期待值要放在自己的身上才对。我们常常讲，你不是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你有没有办法活在自己想要活的世界当中？你能不能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热情的事，然后在自己有限的生涯当中把它做完？你能不能回忆一下你年轻时候的梦想？你在这个年纪还有没有办法重新找到梦想？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有没有喜欢钓鱼的朋友？你爸爸呀、对啊，喜欢钓鱼的朋友，他台风天钓不钓鱼？钓鱼。晚上很怕鬼，天很黑，他钓不钓鱼？钓鱼。平常很怕蚊子，野外蚊子很多，他钓不钓鱼？钓鱼。他知道这一根钓竿足够买他一辈子要吃的鱼，他买不买钓竿？钓。他知道这一次出去钓鱼回来，老婆一定跟他吵架，他钓不钓鱼？还是钓鱼？钓鱼。这就叫做热情。我们有没有一件事情是让自己可以这个样子无私的去奉献，一直追求他，一直追求他，然后走下去？对，如果有这样一件事情，你旁边的人如果可以把期待值管理好，退休之后让我去做这件事，而不要影响到其他人的生活，其实那剩的就是追求自己的理想跟梦想。最怕的是退休之后已经没有体力、没有心力去寻找自己的梦想，已经没有勇气燃起自己那个叫熄灭已久的热情，这个才是最恐怖的事。好，现在休息一下。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回到中广流行网，收听由我侦探阿宅主持的《侦探阿宅的万事屋》。今天要请到现场的是我的恩师与师母，同时也是知名 YouTuber 张馨予玉露。Hello， 欢迎两位。Hey. Hello。最想请教老师和师母，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你们的三个频道呢？老婆，你先，我讲太多了。那我介绍我自己的就好了。我的频道是玉露小学堂，那里面最主要的话就是以面食为主，然后还有一些像腌制发酵，譬如说东北酸白菜怎么做，客家咸菜酸菜怎么做，它发酵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就是还有像一些酿酒，就是我的频道大致上是以这样子为主。那他还有一个频道叫做张馨漫谈，张馨漫谈的话就是前面他来说菜，
然后后面我来做菜，但是在这个频道里面的菜就几乎都是快手菜。哦，什么是快手菜？快手菜可能就像宫保鸡丁啊，或者是卤肉饭啊这一类，就是可以马上好，我来讲吧，做完。对，其实张馨漫谈，你听它根本不像是个美食频道吧？但是它为什么走走走会变成美食频道？刚出来的时候，我是要开始漫谈的，就是把我的学识经历还有生活经验跟大家分享，因为我本来就讲师嘛，销售技巧、说故事技巧，如何运用那个什么说故事的技巧来做销售管理学、时间管理、空间管理，反正我所有都能教领导学。我想把这些东西拿来讲一讲，结果发现讲了之后啊，听观众很少。然后就有一天我做了一个菜，我老婆说跟她的频道属性不合，结果就把那个东西放到我的频道上面来，就没想到我讲专业的东西含金量特高，这么多人听，嘿，结果一做菜这么多人听，后来就改成平时说歪理，假日做料理，就五天说道理，两天做料理，结果做菜的这么多，说歪理还是这么多，后来就想讨论一下改一下，因为平日做料理，假日说歪理，嘿，就然后最后就变成天天做料理，有空再来说歪理。可是不行啊，我就是要讲话，怎么能一直做菜嘛？美食频道光做菜不行，我们就把整个内容改掉。我前面会说一下菜，讲一下历史由来，讲一下食材，因为我是学食品加工的嘛，我讲故事的，然后法律这些东西全部把它融在前面，因为有美食有故事，这样东西才能怎么样传得久远，而且会让东西变得更好吃。这个就是我们频道张馨漫谈最大的特色，不然厨师做的一定比我们好，五星级的来做詹姆士啊那些随便做啊，鸡丝做的比我们好吃。那我们为什么能够杀出一条血路，就是我们加上了漫谈这两个东西，这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另外还有一个频道，第三个叫做天天都有新鲜事，那是我剃光头开始做第一集，因为我觉得人生倒数一万天，天天都有新鲜事，一万天的时间大概就是27年，我50岁退休加上27年大概就是77岁多，刚好是男性的平均余年，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倒数一万天，我每天找件新鲜事情做，一方面 push 我自己，一方面把我体验到新鲜事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新鲜的不见得你觉得新鲜，哎，你可以把你的想法告诉我，哎，有些我觉得是稀松平常事，你觉得新鲜，咱们一起去看，你看我们有一个生活经验，7-Eleven 或者是便利商店里面饮料这么多，对，你进去100次选的还是那几瓶自己常常会喝的，是一条街上这么多餐厅自助餐晃来晃去走来走去还是走那一两家自己喜欢吃，那退休了嘛，干嘛呢，放开自己强迫自己去天天找点新鲜事来做一做，那不是很棒吗？人家问我为什么是一万天，因为刚好到77岁，如果不到一万天我就死了，那至少在死之前每一天都有新鲜事，如果到了一万天还没死，所有的粉丝开个 party， 我们再倒数个一万天，嘿嘿，大家一起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天，这就是我们三个频道完全不一样的定位跟内容啦。是，老师呢，您的频道成长的就是速度非常的快，有什么秘诀吗？或什么经营的心法呢？你的张馨漫谈现在是36万，两年多的时间，我有几个我自己总结出来的成功关键因子啊，对，跟刚好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下，不能整天稀里哈啦，我们还是要有点含金量的东西，但是大家不见得学得来。第一个，我们频道的特色叫做美女配野兽。美女总是吸引人的嘛，它有矛盾存在的时候就是大家喜欢看美女跟野兽到底能够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这个野兽咋这么会讲话，这个美女咋怎么会这么会做菜，这两个都在一起怎么又看起来画面这么协调，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特色。第二个东西就是美食加故事，嘿，这两个东西为什么可以都在一起，我们已经做了大概900道菜，我们每道菜都有一个小故事，我的故事远从诗经开始一直讲到现代，你想讲那个三杯鸡哪里来的，没人知道，三杯鸡跟文天祥有关，对不对？我就把这些东西通通兜起来。我们常吃水莲花，叫做龙骨拌荇菜，最早出现在文献当中的水莲花是哪里来的？诗经里面的。对，我就把诗经背一段给大家听。吃莲藕，我就背个爱莲说。嘿，爱莲说它里面是怎么讲？我们讲馄饨，在北方叫做馄饨，为什么？因为它就看起来糊糊的嘛，就好像天地一片混沌改成石，而在四川叫抄手，为什么？
因为它包了之后叠在一起，好像两个手抄在那。也有人说它是非常好煮，水滚了把它丢下去，你就不用顾它，就两个手抄在兜里面顾之后，就所以就把它叫做抄粥。那南方越广东一带叫云吞，为什么？你看它煮完有没有像一片白云飘在汤当中，然后一口把它给吞了，这不叫云吞了嘛？我们就把这些故事都在里面。大喜欢听故事的听故事，喜欢做美食的做美食，这是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我们真的讲求一个东西，叫做便宜的食材一样能够做出好料理，平凡的生活一样可以过得有滋有味。我们没有昂贵的锅具，没有漂亮的厨房，没有华丽的刀工，更没有高超的技巧。有啦，高超技巧，就是我们的技巧是很朴实的。而且我们最近有一个节目，就是百元上大，就是百元上大菜，就是100块我们可以做几道菜。是，对，那这真的是要，我们就要看物价，然后。家庭主妇要怎么样用巧思，用100块做出3道菜，然后又要营养丰富，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去搜寻这个系列。我们已经做了第8集，然后每一集都很精彩，大家都觉得说：“天啊，100块真的可以做出这样子的菜色。”那确实真的都是100块就完成了。所以你看，对，美女配野兽，美食加故事，加上高超的技巧，对啊，对不对？所以它速度就相对快。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我的频道是日更，我每天出一集。对，它第一个可以养成观众的收视习惯。对，第二个我快速的累积犯错的技巧。什么叫做快速的累积试错呢？因为如果你一个礼拜出一集，你一年只有改变错误52次机会。对，一个月出一集，你就算发现这一集不好，下次是下个月的事。我可以快速在一个月之内把所有我认为有问题的地方做调整跟改进，然后最后很快速的变成一个我想要的节目形象。哪个东西没人看，哪个东西好像稍微有一点点落差，下面有一些反应不好，我这么第二天就改了。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功关键因子，高频率的出片，一方面 push 自己，一方面养成收视习惯。是，好，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回到中广流行网，收听由我侦探阿宅主持的侦探阿宅的万事屋。今天邀请到现场的来宾是退休后人生更精彩的 YouTuber 张馨与玉如老师。 Hello， 欢迎两位。嗨，大家晚安。所以老师，您有遇到那么多的粉丝啊，或者是观众的反馈，有没有什么样的反馈是让您觉得最佳，让你觉得很感动，或者是内心感到有触动的？那不，我自己这边，因为刚才讲到眷村菜嘛，其实我之前做过一集叫做葱菜，你有没有听过葱菜？没有，对不对？我记得葱菜呢，这个影片就是我那时候出的时候，下面留言呢，其实他葱菜他是用芥菜来做的，然后他是快速炒过以后密封在罐子里面，对，然后他那个葱菜里面的芥末精油就会跑，那个味道会跑出来，所以你夹来吃的时候，它就很像那个 wasabi， 就很冲，就会直接冲到脑门。这个真的是以前我们小时候眷村北北才会做的菜。那时候我录了这一集冲菜的时候，下面的留言就好多，说含着眼泪看完这一部影片，就是一看到就想到他爸爸，没想到现在还有人会做这一道菜。是，然后就是这个影片呢，就是下面的留言真的很多都让我觉得很感动，就是觉得你就好像陪着他们，然后还要安慰他们说啊秀秀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像这些影片，我觉得还有像做山东大馒头啊，是因为以前我爸爸很喜欢吃山东大馒头，然后那时候他在军中的时候，他偶尔回来假日回来，他就会叫我们去买馒头，然后我们大家都会跟他抢着吃，然后可是他不在的时候馒头都没有人吃，后来一直到我爸爸走了以后，然后我才发现说以前他在吃馒头的时候，其实他吃的是一种对家的记忆，所以我就开始回青岛学做馒头。那学了这个馒头回来以后呢，我觉得观众在下面留言的也都很多都是已经很难吃到这种就是家乡的味道，或者是眷村小时候外省的这种味道，因为现在的馒头都是机器馒头，对，就是常常看那个
网友的留言，我都会觉得很感动。是，老师，那我想请教您，就是因为您有提到说您会开始与可信赖的厂商合作进行业配，那您选择合作品牌的标准是什么？啊，我有我自己的标准啊，刚好跟大家分享。我们做业配做的很少，因为我们也基本上不接。第一个要是知名品牌，至少要在各大电商网站都能查得到。如果是小牌子，我们会担心，我们会担心就不推荐给大家。第一个要知名品牌，第二个我们两个一定要自己用过一段时间，我们没用过啊，我们也不敢推荐给大家，至少用过了比较安心嘛。还有第三个，它的价格一定要比市面那几个电商平台它能给我更优惠一点，这样子我就会选择它了。对，老师，那因为就是我相信每一个人听到老师您的分享跟口条，还有报刊师母，就会觉得哇很迷人，然后也非常的引人入胜。那未来对于公开演讲啊，或者是继续在更多的场域去分享给大家，有没有什么安排跟规划呢？其实没有什么规划，反正谁找我们，我们就去嘛。而且我们什么主题都可以讲，倒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划。你看我们的那个频道一路走来就是随心所欲。退休了，不要有太多的规划。我觉得老天会给我们指一条最好的路。是，那老师，你们两位的频道还有没有什么样主题是接下来可能在筹备中，之后会跟大家见面的？老婆，你那有没有？我这边其实我就是一直很按部就班的，因为我的玉鲁小学堂是一个礼拜出一支片子，那目前的订阅人数是26万。那我觉得就是把自己每一个下一个影片，把它就是用心的把它做好，然后跟网友就是他们有任何问题，我会随时就是回馈他们。我觉得就是按部就班把。该做的做好，我觉得这样就好了。对，我这边有个规划，因为我退休之前我从来没带我老婆出国玩过，因为我工作很忙，而且工作的时候会出差嘛，到杜拜到每个地方去，就从来没出去玩过。所以我们计划就是退休之后每年出去两次。对，我们希望把大陆该走的地方啊都把它走完。我们明年会把这个频率更加高，我们希望每一季都能出去一次。啊，这个就会变成我们节目里面的主轴。对，就是每一季可能有一个礼拜都是到大陆的某个地方，一方面看一下平民的美食，从老百姓的视角看老百姓的生活，还有一个我很重要我想要做的事，就是把当地的声音给带回来。我们这一次去我老婆老家即墨，我们就请我们的即墨老乡做了菜，然后也请他们用即墨话来录影片。你知道有多少老伯伯跟第二代跟我说，我不相信我这辈子还能听到这个声音，他还能听到他爸爸妈妈的声音，他已经忘记他爸爸妈妈小时候讲话的声音，他看到我影片那一刹那，他好像就回到了过去的情境一样。他原本觉得他应该听不懂，结果每个字听得很模糊，但是每一句话他都听得懂。他说这就是自然而然的一种反应。我希望把那个山东的声音带回来，我老家河南的声音带回来，我们接下来要去云南，我们那个眷村最多的就是云南人。智博你去过吗？我们那几乎都是云南菜，云南，我把云南声音带回来，我要把每个地方的声音带回来。很多人他爸爸妈妈真的很老了，或者是小孩子还没长大的时候他父母就过去了，他跟大陆的亲戚没有联系，他也回不去了。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把这些声音带回来，从老百姓的视角看老百姓的生活，会对大家是一个心灵上的慰藉吧。是，现在节目现场的是张馨漫谈以及玉鲁小学堂的频道组张馨与玉鲁，非常感谢老师与师母来节目上的分享，也期待老师未来跟师母有更多的作品跟更多的影片呈现在大家面前。谢谢老师，谢谢师母，谢谢大家，拜拜，平安美好的夜晚，大家晚安，拜拜。